常的面相吼。啊，每一位呢拢真用心、真甘心吼。啊，从咱这个传统教育的这个面相文化呢，做真大的这个保存甲发挥，而且呢表示敬意甲欢迎。感谢咱台南台湾新安局啊，咱所有的这同仁，啊，咱在顶头吼，咱在朋友大家一路辛苦。啊，咱到厝边呢有准备一寡简单的茶水吼。那是有需要应用的菜，且免客气啦，哈，免客气。欢迎你莅临在咱中老信任中，欢迎，感恩再感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真侪只个富有传统的这个仪式吼，包括咱只顶头，咱只八家酒吼，啊，每一个人个伊个举手投足之间呢，拢会记忆阿毛伊个这个啊，所有的这个典故啦所以呢，啊，咱会当有这个机会啊来只观赏，同时呢，嘛保留真平常的这个心情，啊，来照着咱进来大大细细，大家拢当平安顺利吼。加祝咱大家感谢，现在目前是咱台南台湾四花桥啊所准备的这个顶头吼，啊，就包括咱这这个桥板啊，咱真感谢。来，今日呢是咱台南台湾四花桥天上圣母安置39年的业主进香的绕境吼。所以呢，受到咱真多真多这个友好吼，啊，这好朋友啊，咱大家共同啊合力。啊，来参与吼，啊，这种热情是非常感动吼。尤其啊，咱拢知影，咱的天上圣母在咱每一位的心目中呢，啊，拢是咧庇佑着咱家家户户、大大小小，都当平安、健康、顺利吼。是咱每一位大大小小心目中所敬仰的这个神尊啦吼。咱的信花宫天上圣母，感谢咱大家啊，抱着虔诚的心情啊来遮参悟哦。感谢咱大家，欢迎着咱台南台湾信花宫啊，咱顶头啊，还有咱的神尊吼，当诚心莅临着咱中华信仰中啊来敬仰参拜，而且啊，咱各处的委员、党务主委、王副主委啊，咱的会员。个人做秘书，率领全体咱这委员吼，啊，去同桌同仁，而且来大家表示欢迎，同时呢也表示敬意，欢迎咱大家。